里。如果你是网页端呢，你就打开这个右下角有一个背包，蓝色的按键，看到吗？哎，里面你，然后就是里面就会有神秘大礼包出现了。然后你说，主播，为什么我的背包里面没有呢？嘿，不要着急，我们现在呢刷新一下直播间 ，F 五蹦，好，刷新成功啦！哇哦，哇哦 ，Bravo！然后就出现了，恭喜你，您将获得，你看到没有？神秘大礼包就是粉丝荧光棒乘以60个呀，60个呀！我跟你说，然后粉丝牌子等级越高，他得的那个粉丝荧光棒还越多哟，知道吗？然后这个荧光棒，好，我们再来抽一条，再我们看说，我怎么只有20个？那这个荧光棒干有什么用呢？让我来为你一一解答吧。这个粉丝荧光棒呢，它可以加经验和亲密度的，等于说你送给我这个粉丝荧光棒，送到我的直播间，然后你就可以提升跟我的亲密度，升级你的粉丝牌子，蘑菇牌子，就是你名字前面那个蘑菇，然后后面有等级，然后每天过了12点呢，就可以来领取这个大礼包，然后送给我们直播间啦。如果这个荧光棒呢是24小时之内有效的，如果你24小时之内没有送出去呢，它就会在背包里面消失，第二天才又重新获取哦。所以大家不要浪费了这个可贵的这个宝贵的机会，大家一定要每天过了12点清空背包。